想要毕业后就能马上获保进入英国北方13所大学吗？那你绝对不能错过这所位于柔佛新山的非优国际学校。该校创校至今已有43年的历史，在马来西亚拥有5间校区之多，拥有来自55个国家的3000多名学生以及300多名专职教师，已成为马来西亚 IB 教育的引导者。该校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国际文凭旗舰学校，致力于提供优质的国际教育服务。它采用国际文凭课程9个月的英国大学预科，让学生毕业后获保进入13所英国大学，同时也可以申请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爱尔兰多达80多所大学。该校也为不同阶段的学生拟定不同的教育课程。小学阶段是一个跨学科计划，除了课本知识以外，还涉及心灵思想、社会健康、情感和文化需求。中学阶段则是一个学术挑战框架，鼓励学生接受和理解传统学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，从而培养学生们的批判和反思精神，致力于综合性的锻造学生的基础知识、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念。大学阶段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平衡性的教育计划，在为学生大学和未来生活做好准备时，也致力于解决学生的思考、社交、情绪和身体健康问题。该计划得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可和尊重。非优国际学校性价比高，该校的学费一年介于21000至48000马币，是家长的首选。说到这里，你是否也想被英国顶尖大学优先录取呢？那就让我们在北纬一度遇见未来吧。